为欢啊，笑令到令到的笑我孤哦影啊。好啦，咁咧喺外面嘅媒体咧，一般嚟讲净系知道卢文锦师傅咧系台湾嘅咏春拳之父，咁但系咧都唔知道啊，原来阿卢师傅咧唱粤曲咧都有一手嘅，咁咧就我哋有请阿卢师傅示范一下，系究竟佢点样唱粤曲嘅？系嗱，讲到粤曲咧，佢系几乎可以话系一定程度嘅速度嘅。咁你一句里面咧，或者呢个系中版，或者呢句系二往。咁都係咁樣嘅速度，咁除咗佢快，有個快就快啲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如果各位廣東同學要學粵曲咧，你揸住嗰張曲嚟唱啦，唱好耐，你都一低低支曲你就唔記得噶啦。咁你就要讀曲啊，要讀曲，將個曲就變咗係一首書咁樣。啊、如果你哋讲话《凤歌恩仇未了情》，系吓咁里面有一段，我忍泪半含悲，仰颜求欢笑，吓、笑我故影自怜。嗯，如果你系你唱咧，就系、是、呢几个字，咁你就发挥呢段系属于边一个阶层噶？呢段系以往。或者是反善中版，咁呢個係你個曲裏面嘅變化嘅藝術。但係你點解有人先舞台唱下唱下咁啊？我唔記得咧，你就要話俾嗰個打锣鼓同埋玩音樂嗰個投手嗰、那個啊，就知道啊，我唔記得啊，咁你唔使話唔記得。咁咧，嗰個打音樂啊，哦，咁你就咁樣嘅，你兩個手指咁樣去打嗰一段嘅音樂，咁嗰、那個啊嗰、那個凡靈手咧會話俾你知，即係起音之前，咁你就記得翻啦，係嘛？咁你如果你係靠唱嚟記咧，成日都錯，一定要讀曲，啊，讀曲嚟記啦。啊！我頭先講忍淚半含悲，仰顏求歡笑，笑我故影自怜。我忍啊淚半含啊悲，仰顏為歡那、啊、笑，笑我故影啊淚。雨蚕啊啊！我头先讲嘅速度咧，我忍啊泪，半含啊啊悲，仰颜为欢啊笑，呢、这个过、这个音乐笑我孤影啊。泪缠啊啊！又你一停嘅时候，唔系你未唱，即系嗰个曲里边嘅音乐。我唱呢段系咩嘢程度之后，就过呢段音乐，系嘛？咁点解你停咗唔系停？即系你嘅习惯呢嘅音乐，系嘛？嗱，我忍啊泪。呢度要过一拍，令得令得定，半含啊啊悲，听得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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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定，泪缠啊啊，多令得令得定，君子你是玉啊叶，金啊照，你系玉叶金枝。玉阿叶，金阿字，是有几许和往后对你来倾盼，真是一
那是隔天的大爱，我是个翻啊风慢啊将你领到顶，唯愿一句唔闯啊入清关啊，君子重事情。哇，老师傅你真的太犀利了，点啊 William？ 老师傅唱完之后，你仲敢唔敢唱？我唔使唱啦，即刻唔配合啊！系啊，老师傅实在太犀利，又唱功。